提到就是回圈呐、啊、哈啊，这个为什么会差这么多？主要的原因是哈、哦，这个回圈它是逐一逐一的把公式丢到储存格里面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呢哈、哦，这个回圈呢总共做了，应该是11万0700次的输入公式，那下面这个又做一样的数量，哇，那不得了。可是这个 range 的话，它没有那么久，它就是输入一个公式。然后向下填满的话呢，哈，它就瞬间把资料呢，哈，把公式全部都，其实它应该就不是筛，而是整个范围就做一样的事情，只是说它的数量随着列而增加，所以处理起来应该会效率瞬间就快非常非常多。那最大的关键就是用一个方法叫 autofill，OK 哈，所以你先填一个公式，哦，把公式填上去，然后再利用 autofill 跟它讲范围。那范围的话，哈，这个可能就是会有可以有很多种写法啦。那主要关键就是后面这个怎么样去追踪到最下面一列的位置，你把它填上去就可以。那有同学说，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追踪的？我写固定的啊，比如说我写11万0701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可是问题将来如果这个资料会变动的话，那当然你就不适合用这样。好，OK。所以我还蛮建议的啊，这个追踪的方式哦，可以稍微记这个其实用到的非常非常的广泛哦啊，可是这个还是有它的罩门，比如说呢哈、哦，我们这个地方 end 啊、哦，就有点像是向下追踪。那刚刚同学有提到那个一个蛮好的，就是说比如说 Ctrl 向下，这样应该 OK，可是哦。这个前提是说中间不能有空白的资料。不过理论上我会挑 A 栏，是因为哦，资料库里面的 A 栏哦，第一栏的话通常是不允许 null 哦，所以通常你就不会有那个像这个，如果中间有一个没有，你 Ctrl 向下，那它追踪到就是14了，也就是它会追踪到这个范围结束的最后一个 OK 哈、哦。所以哦，那当然如果你假设说老师，那这个怎么办？哦，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刚刚有同学书选有提到了，你可以从最下面一列向上追踪，Ctrl 向上，有没有？Ctrl 向上，这样也是 OK 的。所以哦，如果假设了哦，你真的遇到那种状况，因为有可能，我觉得还蛮多的，因为很多时候虽然是资料库有那个正规化的概念，就是理论上是 A 栏哦，一定是不允许弄，但是就是会有人。就是不给你遵守正规化的规则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它不符合规则，那可能我们山不转路转嘛，哈。那你就可以假设你这个部分不 OK 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换个方式。那你可以怎么像？你可以，当然这个地方的话就不会是从 A1 的哈向下，而是 A 的最下面一列。那最下面一列我怎么知道最下面一列是多少呢？就刚刚同学有提到了，就是 rows。rows 等于是说这个总列的物件点哈，你这边会出现有个点 count 就是它总共的数量 count，有没有？这边会出现。那如果你假设哈，得到这个数字，或者是你可以用那个在检视里面有一个即时运算视窗了，你可以问号就 print，你这边打 rows 点 count 的话哈。他其实会跟你讲，他目前 enter 一下，有没有10048？也就是说呢，哈，这个里面得到就是最下，那你可以向上追踪啊。向上追踪的话，哈，我是啊，所以另外一点呢，哦，有没有发现我都是点下去，它会提示啦。我是建议你也不用特别去背它，有些东西哈，它会提示，你就尽量用提示，因为用提示的好处就是绝对不会错。但是如果你自己打的，就是比较容易出错。哦，也就是说 A 的10048，我就向上啊，这个就不能用向上追踪，所以哦，你不是向上追踪，你就前刮弧，然后它会有什么上，这向下嘛，哦，这是向左、向右、向上是这一个，OK 啊，我是建议哦，你可以用选的比较，因为之前有同学自己打了，他打什么 X1 看起来是一样，他打 X1。有没有？看起来好像一样，可是最后执行一定会发生错误，你用选的话。然后后面的话是向上追踪之后的列，然后刮弧，这样也 OK，哦，啊，得到的结果应该也是会一样啊，所以有时候转个弯，得到的结果应该
也会是符合我们要的了哈。不然的话，有时候你不会转弯，那假设发生一些资料异常的状况，那当然你就无法处理了。OK 哈，好，那这个改完，我想应该 OK 吧哈。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再把它跑一下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资料好了，假设我刚刚的这个我改了这个。这两个假设，我把它删除掉了。哦，然后 我们再把那个再跑一下哈、哦，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让它 run 一下，理论应该是 OK 了哈、哦，再把它跑一下。那到这边的话哈、哦，一样输出一个，那 auto fill 看一下，自动像一样了哈、哦、啊，你会发现这个得到的结果一样也会是。最下面一列的位置，好啊，底下都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，哦，那今天，时间好像差不多啊。最后的话，回去你们可以思考一下，因为我最后是希望说，哦，可不可以写一个程式啦？你们可以想想看，可以把那个104到111通通抓下来，但是哦，你们可以比一下，你把那个网址贴上啊，你会发现哦。它有一些是有共通的，比如说这个应该104到110，好像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，其他的字串都一样。然后111好像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，哦，所以呢，网址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阵列或者做什么方式哈？然后我希望说，可以每一个年份就给一个工作表，哦，也就是说刚刚啊，然后并且把。这个里面的资料再插入哈，我们需要的那两栏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啊，甚至后面你其实还可以思考啦，比如说，如果我想要把全部的资料合并在一起，那大概又是另外一个题目了。OK 哈，好了，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主要就先讲到那个爬虫的部分。哦，那下一次的话，也许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刚刚讲的那个题目。OK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了。OK。